30年，一直从事煤炭。现在需要煤子要求，之前的选煤都是重件，它的缺点就是需要水压，然后需要设备比较多，场地比较宽容，相应的要配套件污水处理系统。大的呢，它都有建立了那个重件型，一般的好多都没建，因为那个需要投资、周期、成本各方面。